神秘公式，一分钟记住21个单词。来看 ，boy 男孩 ，friend 朋友 ，boyfriend 就是男朋友 ，girl 女孩 ，friend 朋友 ，girlfriend 女朋友 ，friend 朋友 ，ship 船，朋友的船就是友谊 ，friendship。再往下走 ，book 书 ，shop 商店 ，bookshop 就是书店 ，book 书 ，worm 蠕虫就是那虫子啊，那么 bookworm 就是书呆子。book 书 man 男人 bookman 就是学者 day 天 book 书 day book 就是流水账啊，同学们流水账 day dream 那当然就是什么呢白日梦包括 day break 叫打破一天叫黎明破晓同学们这么记单词你觉得难不难觉得不难的请打一